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凯，欢迎来到频道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即将在下个礼拜复刻的两张地狱级卡片，分别是我们的桂尼维尔以及我们的大国主。那这两张都是属于废卡的部分，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刷，因为上次复刻到现在，我真的没有用过他们。一来是他们的三维偏低，二来是他们的主动技能实在是可以配太多卡片可以取代了。像是大国主，他本身 CD8 只有带转珠的部分。不过虽然说这个转珠也算是实用了，但是现在的功能卡讲求的是 CD 短、增伤高、效益高。对，像这个 CD8 只有光暗转成水强化，不能说它不好用啊、不能说它完全没用，但是就是说CP 值没这么高就是了。好，那再来第二个就是丹尼维尔，这张卡片的增伤幅度其实是有的，但一样是 CD8， 那它本身木魔族增伤幅度其实只有木属性给木属性而已。那现在魔族比较讲求的是给整个魔族的增伤，因为现在没有木魔族为主的队伍，在这个情况下，桂尼维尔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尴尬了。所以这两张卡片我会觉得现在真的不太会需要刷了。那下个礼拜大家拿两张鸟，我觉得就可以收工了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。如果大家想看更多关于新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按下你的订阅键、小铃铛。下次一有新的影片的话，就第一时间通知你。那我是安凯，我们就下部片再见喽，大家拜拜。